智车是精致工艺与个人梦想实现的方式。我们当初会取名叫旧式修掰，是因为我当初在做这个工作室的时候很怀，因为我自己很怀念小时候修掰那个温度。婆婆跟我说过，就是我们能够用现代的生活去创造属于台湾族的新一代生活。友善耕作，爱地球，请你跟我一起来。